来了啊，他这是三个杀人方寸啊。终于进入主题了，丢！我是见过这个杀人方寸，他是带有谛听的，对。这10万块钱花的值吗？结束倒不会结束，现在第45回合了，现在是。来开个互动啊，开互动啊。兄弟们互动已经走开了啊。方寸现在好像是没有威力。他没有宝宝，他宝宝现在打不动人，对方的宝宝也是比较少，对方应该是一个五开队，他三个人去打人家五个人，他就是为了谛听的啊，谛听去秒人的。好，兄弟们赶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，我马上锁了，官方那边就剩下一丝血，来再催眠，很准的样子，对方也是拍醒，哎，24点血没拍醒啊，好像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这个龙龟好像是没有什么用，拍不醒人。好，兄弟们，我数三二一，我就锁了。3、2、1，我们锁了。啊，逃跑的话算数啊，逃跑算数。感谢煤气罐罐送的办卡，谢谢煤气罐罐，谢谢。来，官方这边再催眠，已经催眠4个人物单位了。不知道他们的谛听出过了没有，他如果是谛听没有出的话，那困难方这边可能是有机会赢的，因为他有谛听的，对吧？别干了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！就剩下一丝血，我觉得也是挺难受的。就靠方寸的一个催眠啊，他谛听应该是出过了。感谢遵循之自然送的加棒，谢谢啊！哎，遵循之自然送的办卡，谢老哥。方寸倒地了，这比较难顶啊！这个血量他是大金不足了吗？感觉官方这边要冰解了。来，对方唧唧歪歪，50，哎，跑掉了，我的裤子都脱了，你去给我看这，冰姐啊，冰姐，哦，冰姐，那只能够说对战方胜了啊，对战方胜，我点一下提枪啊。